各位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我虽说被上边点了个钦差这么个差事，可我这人呢，打小不得识数，为这事儿没少挨打啊。不过没事儿，我老婆比我明白，所以咱们今儿个就明白人干明白事儿，糊涂人干糊涂事儿。他今儿坐中堂，我在旁边打扇沏茶啊。哎，福建，来坐。哎，就坐先。咱们这仗怎么个查法啊？啊，说说。哎啊，没事，甭跟他们客气，该骂就骂。怎么都不说话呀？舌头让狗吃了？王爷正问话呢，该谁回？赶紧的。这算怎么回事？朝廷没王法了，这全乱套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这娘们儿哪是什么福晋，根本就是一个使唤丫头。我让老婆偷上了，俩人就勾合在一起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嘟囔了。该谁啊？该谁回话呀？嘿，给我脸子是不是？要饭的跟你说句话，你还得说一声滚一边去呢，我连要饭的都不如是不是？王爷，户部自来有户部的规矩，我这儿没规矩。哎，李大用，你又绷不住了是吧？行，你既然站出来了，那就是你。跟福晋说怎么个查法。王爷，账自然是应该一本一本的看，但到底该从哪本看起，实在没有个定律。我想王爷看着哪本账顺眼，就翻哪本账得了。嘿，李大用，我怎么你了？你就老冲着我来。王爷，我没冲您来，我是冲着规矩来的。您是御派的钦差大臣，您就应该坐正堂。可现在这恐怕不合适嘛。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我主事儿，我还不能找个帮忙的了？我犯了哪条？这个您来查账，您又不懂查账，您来到底是做什么来的？我奉命追银子来的。四王爷那么精明的人，他都没辙，我看这种查法也未必。住口！我告诉你，你甭搬出老四来吓唬我，越是老四办不成，我老五越得办。跟福晋说从那边查起。王爷，向来前任都有个帖子给后任，您虽然不是尚书，可是到这儿就是管事儿的，那就按照规矩交接吧。在下写了个禀贴，请王爷看看。拿过来。怎么着，李大用？查访，查访。哎，哎，您叫我。查访，你当差多少年了？李大人，我跟您是前后腿进来的，您问这个干什么？好，自己长自己的嘴，60项。啊，这李大人。我犯了什么错？这得掌嘴啊！你不掌嘴，我替你。李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着，李大用？玩完了我又玩茶坊，茶坊怎么招惹你了？冲我不满，你直接冲我来。玩完了我又玩茶坊，茶坊怎么招惹你了？冲我不满，你直根冲我来。茶坊，你说你该不该打？李大人，我还是不明白啊。哎，李大人，我打了，您告诉我，您为什么打我，行吗？打了我就告诉你，这户部司员向上司递手本，向来堂上都是站起来接。王爷是新来的，他没做过官，他不懂。你当了十几年的差，你也不懂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打呀！慢着。李大用，真冲我来了是吧？成，那我给您补个理儿，把手本给我吧。哪儿去？
您只是个王爷，我们管不了您，还有太后、皇上管着您。我去找御史，参你个败坏官仪。这儿，来呀，给我绑了，拉出去。哎哎，老五，拉出去干嘛？拉出去砍喽！他这是跟王爷说话吗？哎，使不得，怎么使不得？王爷，你虽是钦差大臣，可是没有圣上大权。什么钦差大臣？豁出我这钦差，我不要了，换你一条贱命，不值就不值了。怎么着？不服？太后，怎么着？这老五惹出麻烦来了，我已经听说了。太后，武帝的差事出自圣裁，武帝久居山野，自然有山野之气。太后要整顿朝政，自然需要重药。不过什么呀？我选的人好坏由我来说。就议到这儿吧。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啊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闹得这么大的雷声。就这样吧。老五这么凌辱思源，恐非国家之福啊。哥哥，这才刚刚开始，太后不信任咱们了。哎，他想借助老五这杆破枪冲锋陷阵，挽一挽局面。我倒是想看看这个棒槌到底能当出什么漂亮的差事来。太后，睡了。太后，您说从前在山里头啊，咬欢捉蛐蛐，一宿一宿的我也不困，只要往那户部大堂上一坐，就跟那喝了迷魂汤似的。我这老二和老四来过了，他们说我什么呀？别人怎么说呀？我想听就听，不想听就不听。可是老五啊，这大清国的度支、赋税、户籍、版籍，现在可都在你的手里。你要是干好了，咱们什么也不必说；你要是干不好，小心你头上的顶子。大不了我回去接着咬欢养蛐蛐去。哼，怕是连这个的命都没有了。怎么着啊？就这么乱下去，就靠你这么捆着绑着的，能把银子给弄出来？哪能啊，太后！户部这帮小子敢这么对我，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得让他们给累死。没事儿，我自有高招让他们服我怕我。我先把他们捋顺了，我再捋账。那你的意思？太后，您就请好吧。呀呀！王爷，我们主子有话跟王爷说，请王爷过府叙话。
五爷，请。哎呦，五叔，侄儿给您有礼了。小镇子，你出息了呀，越长越像你那混蛋爸爸。五叔真会说笑话。我没说笑话。你阿玛呢？背后编排我的坏话又跟谁说去了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来喝碗茶。哎呦喂，弟弟哎，哎呦喂，这是怎么话说的呀？你猜我刚才干嘛去了？能干嘛去？你还能帮着我是怎么着？有话赶紧说，说完我还得查库去呢。查库？是啊，户部三大库：银库、缎匹库、颜料库，我没说错吧？这三日不见就得另眼相看呐，这么快就把户部的各门都弄清楚了？我不摸门，我也没门，我也没那么大本事，他架不住有人帮我出主意，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这么多年呢，这户部弄得是乱七八糟，爹不容易呀。哎，不对呀，这太后派的是查银子的差呀，这怎么好端端的盘起户来了？不是我查，让那帮跟我装蒜的混蛋们查去，越乱越好，越不好盘我越痛快，我累死他们，我看他还有气力跟我较劲。高，这下马威使的啊，也就只有你五弟才有这样的豪气。行行行，你坐下吧坐下吧，少给我戴高帽，有什么事赶紧说。我呀已经派人捎话到户部去了，要不然早就卷堂大散了，谁受得了这个呀？别说是钦差，就是皇上也不灵。老四，爱干不干，不爱干滚蛋，大清国缺这缺那，就不缺这爱当官的。哦，看我的面子全都留下来了。嘿，老四，你要这么干可比我都混。嘿，你这是怎么跟你哥哥说话呢？你别那什么摇李洞宾啊，我这是帮你不是害你。我告诉你老四，我看不上他们，我看不上他们在我面前装腔作势，你替我装什么好人呢？你五爷，哎哎，这爷，这怎么瞧见了吧，听见了吧，你看我这兄弟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呢。这放魂要是能成事儿，这么多年我不是委屈我自己了吗？我阿玛，他不会真用查库这手把这底下人都给镇唬住吧？你说呢？爷，气儿啊！哎，您得明白这事儿，不是？各位，我们这位爷久在外边守灵，对人情世故未免有些疏漏啊。在下呢，徐志安，是王爷的师爷，以后劳驾各位的地方少不了。王爷查账，给我面子啊！大家帮帮忙，徐大人。徐大人，这是叫我呢？是啊，您是王爷身边的人呢，我不叫您徐大人叫什么呀？徐大人，我们这户部有个规矩，到了晌午头啊就要吃点糖食的。您看这个。哎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户部是有贵贱的，各位瞧瞧我办的糖食来喽。春柳居燕翅席一桌，砂锅居砂锅一桌，芍药居四干四鲜，外带孝敬山东黄酒五坛。这哥们儿懂点小事儿啊。没错，哎呦，这好菜不错，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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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。哎，
干嘛呀？整天不是嚷嚷要进城吗？这进了城了又唉声叹气的，给谁听呢？哎，总算都吃上了，要不然呢，完了，全得反了。兰姐，吃个西瓜，下下火。哟，这节气还有西瓜呢？窖里什么都有，四季的瓜果。哦，兰姐，看几本了？一张纸。什么？这大半天才看了一张纸，这也太慢了吧！就这一张纸，我还没弄明白呢。怎么着？这户部啊，从前叫地官，也叫大司徒、大司奴。这举凡天下的疆土、田亩、户口，还有什么税收，乱七八糟的，全都归户部。我从前倒是管家的丫头，可那就是厨房下厨的柴米油盐的。这个 那这么说。我办这账本还算是轻生活呢。得，你们先忙着，我外面忙去啊。哎，老徐，那你准备那么多韭菜是怎么回事啊？老五不是把人都给得罪了吗？我弄这个，缓和缓和呀。那我也饿了，等他们吃完再说啊。那得，那我把自己豁出去了，我陪他们得喝两盅俩。这老小子，来，吃，哎，吃，哎，吃，我说，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呀？啊，碰上了这么个糊涂王爷，狗屁不懂，还浑横的。行啊，来吧，反正是流水的衙门，铁打的寺院，耗呗。李大人，就你受的委屈多，你说吧，怎么办那个糊涂蛋？依我看，就是一条，给他来个糊弄，他能糊涂，咱就不能糊弄，全国上下糊弄一遍，到时候满朝文武、皇上太后，那可就受不了了。这是什么地儿？啊？户部。哎，这是户部。对呀，我这儿有词儿了。有词儿，有词儿。哎，咱们凑凑吧，凑凑。好，哎，提起金老五啊，哎，他真是好糊涂啊。哎，这金老五是谁啊？金老五你都不知道？爱新觉罗，那姓金。至于这老五啊，就是咱们那糊涂王爷。哎，提起了金老五啊，哎，他真是老糊涂啊！哎，我说，哎，那五爷啊，真不懂事儿。是，哎，提起了金老五啊，他可是真狗屎啊！哎，是真狗屎啊，是真狗屎。是啊，狗屎的意思就是吃狗屎。行狗事，哥几个吃着呢，啊，我瞧瞧吃的什么呀？这是，哟，伙食不错啊，接着来吧，坐下。接着来，接着吃啊！我呀，路过门口，我听着这里头挺乱呢，啊！我说，要不然我听听墙根，看看我能听见什么。哎，这一听还真让我听见了。哦，和这哥几个这骂人呢是吧？啊，是不是骂人呢？啊，谁编的呀？说的不错呀。再说一遍我听听，再给我来一遍，啊，那儿请。别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这么大人吃西瓜都不会，怎么都吃脸上去了啊？呦呦呦呦呦呦！
别，怎么了？我看看这是怎么了？谁这么大本事，把我们都欺负成这样了都？不是谁，是他们。他能把你欺负成这样，没听说过。你知道吗？库布啊，光清吏司就14个，管着全国27个省呢，还不算顺天府那个什么景田科呀、八旗俸禄处啊，行什么内仓啊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告诉我啊，咱们加班加点的干。咱们？你们，多怎能干完？他们诚心的，他们。按理说这账啊，得按各司、按进出一笔笔的来。这帮王八蛋把账都混到一块儿了，往上这么一送，甭说查了，光捋账，没十天半个月的捋不清楚。哎呀，就这账，我告诉你们，下辈子，再下辈子，下下辈子，你们都甭想。轮着你说话没用，真是。没法弄，旧账没完呢，新账又来了，你说能查完吗？哎呦，我的爷，你这掀桌子翻板凳，这户部40来号人，你这得罪了一半。哎，对了，老徐，那酒席是你摆的呀，你也想挨揍是怎么着你？我的爷，咱们办的是公事，公事就是大家的事儿，你把大家都得罪了，还有个好？外头这帮人能把咱们齐伯根埋了，你骂都骂不出来，信不信？那怎么着呀？拿着大清国的俸禄，他能反到天上去？老五啊，你是王爷金枝玉叶，我们这……哎，老徐，你还打算提提从前是怎么着？当初要不是我照应他，早就饿死街头了。这个，咱这不打脸，你这别提从前。急了！不是你这，急了！行了，我明白了，归了包追这一堆账。不能咱们查，还得让他们查。老五啊，那帮混蛋也得干呢，你就是能使唤动他们，他们也得有一搭没一搭的来一软磨硬泡。是啊，所以啊，要捋账先得捋人，知道吗？捋人。嗯，好，谁给我一苍蝇吃，我立马还他一蝎子胡子。要我看呢，还是先安抚。安抚什么呀？遏制。哎，老徐，你跟我说户部管着3库，那是摊子浑水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是想让你知道户部的乱劲儿，心里有个底啊。哎，老徐，你说我要是把盘库这事儿拽他们头上，这够他们喝几壶了吧？这，哎呦，我明白了，老五的意思啊，是先给他们下马威，先整人后整账。要不说他是师爷呢。行，老五不软呐。哎，老五，哪儿的库？什么库啊？户部底下管着3库，哪3库来着？是银库、绢匹库，还有这颜料库。哎，对，什么这个马料、粮草、茶叶、布匹，不是论斤称，就是论尺量。我看他怎么打马虎眼，糊弄我，我治不死他。我瞧瞧，这位了，连请。这是洋人的地方，起来吧，坐坐。哟，王爷来了。哎，坐坐坐。这儿都是洋人，咱们不显眼啊，随便说，没人听得懂。怎么着？听说我那个五兄弟把户部都快弄成戏园子了。王爷，贝勒爷，我求求你们二位，他哪是来查银子的，简直是把户部当成了摔跤场了，见人就骂，随手就打呀。哎，今儿把我举起来像玩石锁一样把我上下耍，王爷你可得为我做主啊。
那个烧火丫头查账查的怎么样了？那娘们哪能查账啊？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哎，大勇啊，你怎么不言声啊？听说他对你连打带骂的，缓不过来了吧？可别，你可要站稳脚跟啊。是，不是说查库吗？那可是为了给你们好看，甭怕啊，放开了给他使坏，给他捣乱啊！等那库查漂亮以后，我再赏你们。别介，这点事儿啊，奴才一人就办了。他们想查库，老喽。哼，咦。给王爷请安，王爷吉祥。行了行了，都起了吧，甭虚头巴脑的了。是。嗯，走吧，进去吧。王爷，不让关海查库吗？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人家说了，早上有公务，说晚点过来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他们来了，你给我弄把太师椅，我瞧着他们查啊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好什么呀？您看，您一大清早过来，您看这空气多好啊。净他妈废话。嗯，进来吧。给王爷请安。王爷，您请用茶。童宝子，来来来，你这不是内仓吗？怎么还有老娘们儿啊？外带着开窑子是吧？王爷，您这话说哪儿去了？奴才怎么敢这么不知道深浅呢？回王爷的话，这些小女子啊，我都是为了您特意请来的。哦，嘿，我问问你啊，你是打哪儿听说我好这口的呀？奴才哪儿会打探什么呀？不过这内仓僻在郊外，从来查库的大人们可都不愿来呀。来了以后，一路风尘雨雪的，再看着奴才们的老脸，就更没有兴致了。所以啊，奴才向例要请几位女子过来。他们都能干什么呀？王爷，这倒不是奴才夸这帮姑娘，这帮姑娘个个可能干着呢。王爷，您知道吗？他们可不是平常人呐，他们可是那些宦官家的小妾，整天吃香的喝辣的习惯了。您说谁敢把他们娶回家去？那就出来当了暗门子了。哎，也算是。不过。这帮眼科也高着呢，他们一般的人可看不上，脏兮兮的，他们都不待见。是啊，你还没告诉我他们都能干什么呀？王爷，这花样可就多了。您先甭说别的，伺候您啊，舒舒服服的，伺候您梳洗，一准让您舒服到家。王爷，您要是晚上不想走，那奴才……行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哎，吴老徐啊，要说咱这一路走来也确实够辛苦的，啊，怎么着，让姑娘们伺候我更衣吧？哎，好好好，哎，伺候王爷更衣。是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哎哎哎，这位爷啊，王爷更衣，您就跟我来吧。走吧，走吧您。哎，请问这位大人？必姓徐。哦，徐大人，咱们兄弟有缘分呐，一见着您呐，我就喜欢上您老人家喽。不过您放心，回到城里呀，我专门找两位兄弟，咱们好好的乐呵乐呵啊。你胆儿不小啊，你敢贿赂我，这可是你愣塞给我的，我可没跟你要。徐大人，
您老辛苦了，你放心，我到哪儿都这么说啊，我到哪儿都这么说，你就放心吧。干嘛呢？拿个笤帚干什么？不是王爷要查库吗？我扫扫灰。哎呀，这会儿显出你能干了。你什么时候见到人查库还要扫地呀？走走走走走走，喝酒喝酒喝酒去。王爷更衣完了，快来人伺候着。王爷，这些女子伺候您如何呀？好啊。哎呀，好啊！哎呀，我这王爷啊，算白当了，哎，真白当了，还不知道人世间有这等美事啊！哎，那我伺候您更衣。去一边待着去，让姑娘们伺候我。是是是。哎，把门关上。啊。哎，我说，你们刚才跟王爷……哎呦，您可再别让我们伺候这位王爷了。哎呀，天家血统没办法。你说老皇帝不好色，哪有那么多王爷呀？他要是好色倒好了，他老人家就是把那双脚交给我们，嚯，那脚那哪是脚啊，简直比牛蹄子还吓人呢！啊，伺候的是脚？是啊，洗了又洗，揉了又揉，洗了皴皮下去，还捎带着要治鸡眼呢。啊？哎，老王，哎老王，你不识大啊？满屋的春色都让你一人给占了。春色？哪来春色呀？这不才立秋半拉月吗？这，您甭跟我犯傻，您放心吧，兰姐那儿，我什么都不说。怎么着呀？白来的便宜不占白不占，怎么着？你呀，老徐，你是瞧着我舒坦了，你瞧着眼热，要不然查完库照这样给你来一遍？这个你说的。嘿，老徐，你琢磨什么？王爷，咱们走吧，先办正事。啊，得，先办正事儿。这本来啊是想留您住一宿，可是因为王爷您性子太急，也是，您看这荒郊野外的也没什么可留恋的。王爷，奴才们格外有点意思，您看，都在车里呢。哎呦，这车里头竟是好东西啊！我看见了。王爷，您老添加贵胄，什么没见过呀、啊？可是小的库里啊，有些好料的，还有一些大补的药材，那可是连皇上都没用过。什么好东西啊？皇上都没用过，轮着我了。哎呦，这可不能给皇上用这些好东西。他要是再要更好的东西，我上哪儿给他琢磨去、啊？嗯，你小子倒是孝敬我啊。哎呦，谁敢得罪您老人家呀？您老人家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。东西我留下了，看样子你还有点子好货，那咱们就一样一样清点过来。您还要查呀？废话，不查库我干什么来了？我可是什么呀？内仓不是每年都清点吗？是清点，可是从前那老爷来到这儿，也就是喝喝茶，歇会儿啊，他就走了，没侦查。那不是混蛋吗？我不查，我得查。哎，王爷，没法子查。怎么没法查呀？哎，我说要查库，你就不让查，你是成心跟我干上了是怎么着？王爷，我跟您说句实话吧，我这有的库房啊，打明朝的时候就没人查过，那好几百年都没规矩了，那我更得瞧瞧了。哎，王爷，我再跟您说句实话吧，我这账啊就从来没对过，您真是要查呀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怎么麻烦就大了呀？您看，什么吏人尚书，什么郎中，大小官员，您说哪个不想落点儿？我这账啊，要按您的办法，那可就没法看了。呸！就冲你这片子话，我就非查不可。
哎呦，关大人，您看王爷还要查。废话，那我们来干什么呀？不查库，我们瞎耽误什么功夫啊？告诉你，要耽误了五王爷的事儿，跟你可没完啊！哎，是。王爷，关海，你小子跟我抖团是吧？啊，弄个空子让我钻，又是银子又是姑娘，给我一通招呼。记着，爷今儿让你一步。哎，关大人，这……哎，关大人。都听好了啊，王爷来查库来了，先从布料库查起。关海，鬼哭狼嚎的，你嚷嚷什么你？您先看看账，再验货。您看这账和这货是否相契？孙子，你给我摆这么堆乱七八糟玩意儿干什么呀？我不管，我只管看着你们来。给我搁这儿。快快快快！老徐，嗯，哎，照你这么看，得看到哪辈子去啊？回禀王爷，盘库是大事，要是出了纰漏，是不得了的。小的不是已经清点了吗？要不，王爷，您来。你跟我成心是吧？行，你把账本给我撂这儿，你带着他们盘查货品去。我倒看这帮孙子能耍出什么花活来。进去多半天了，还出来不出来啊？我说也是，你进去看看去，别他妈又偷懒了。是。慢着。感情这里头是凉快，我说这帮孙子不出来呢，合着就糊弄咱们爷们儿傻小子。就这帮孙子没一个是。队排这么齐，这是查库啊，是出殡的。王爷，您吓了我一跳，我这刚数到4512匹，您就给我打断了。弄不好啊，我这属虫啊。
问你为什么排队啊？这个嘛，排成一条直线，数起来就不会错。每人一遍，这样大家心里啊都有个对账。王爷，您说对吧？孙子，我让你查库，你跟我数数吧。我跟外头溜溜晒俩时辰，你们跟里头凉的快的溜达，你涮我呢吧你？嘿，王爷哪敢呢？王爷，查库查库，你们不把东西搬下来怎么查呀？都跟我打岔的是不是？哎，王爷，刚不是说过吗？这东西是打前明的时候留下来的，几百年也没人动过呀。几千年没动过也得给我搬下来。上去上去，王爷上去，听见没有？你跟我废话，废话我抽你。哟好。好你兔崽子，你个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给我罚了！怎么着？不动弹是怎么着？啊？都给我听着啊！今儿他妈谁不听话，我回去告诉你们旗主，逐出本籍，罚了！罚罚罚罚罚罚罚！赶紧罚！哎，王爷，刚才奴才不知道做错了些什么，刚才这货物掉下来乃是一时的失手啊。哎，一时失手，我这一口气都快没上来，你敢谋害本王爷？王爷，这库房是您要看的呀，那奴才事先也告诉过您了，这库房几百年根本就没人打开过，那王爷您要看库房，那奴才也就遵旨了。那遵旨要是有错的话，那奴才这事儿还干不了了。哎，你看，行，孙子，你是真够混蛋啊！行，我今儿就看看你跟我比，咱俩谁混蛋。嘿，你还别说啊，我戴上这么个水晶片子，还真看清楚了。感情，我早就跟您说过了吧。要说这老玩意儿，还得咱大清国的好；要说这新玩意儿，还得说是洋人的好。哎，小贞子，你快给我说说，这眼前放上这么个骗子，他怎么就看清楚了呢？哎呦，这算什么呀？我还听说啊，有一种骗子，那要是戴上了，打着宛平县城，站在房顶上，那城里的大姑娘脱衣服都看得一清二楚的。怎么着？我给您淘换衣服来。我说你小子脑子里全是这个。小贞子，你要说洋人什么都好，那我可不服。有一样，这洋人的票号他利息就是少。那反正人家洋人靠得住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办的那件事儿，回执的底子你给我了吗？哎呀，您就放心吧，早就给您收到柜房上了。兰生，收到了吗？回王爷，都收了。老王，
都弄回来了。老五，你到底要这东西干嘛嘛？太难找了。哎呦，我多机灵啊！一提老五的名字，人说不要钱了。你瞧瞧，提我来着，还有好多人都记着你呢。我一提人就说，就是那个职场老五，五王爷，好人呐。还说什么来着？没说什么，是不是？还说了，他们听说你到了户部，全都乐了，说你玩不转他们，还替你担心呢。哦。哎，老徐，啊，这，哎，拿来。什么呀？你拿来，你什么呀？这银票啊！银票，银票！我哪有什么银票？铜把子给你的银票呢？